约人物阿伯拉罕凭信献上最好的。读经创世纪二十二章一至十四节。这些事以后，神要试验阿伯拉罕，就呼叫他说：阿伯拉罕。他说：我在这里。神说：你带着你的儿子，就是你独生的儿子，你所爱的以撒，往摩利亚地去，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，把他献为燔祭。亚伯拉罕清早起来，备上炉，带着两个仆人和他儿子以撒，也劈好了燔祭的柴，就起身往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了。到了第三日，亚伯拉罕举目远远的看见那地方。亚伯拉罕对他的仆人说：你们和炉在此等候，我与童子往那里去拜一拜，就回到你们这里来。亚伯拉罕把燔祭的柴放在他儿子以撒身上，自己手里拿着火与刀，于是二人同行。以撒对他父亲亚伯拉罕说：父亲啊。亚伯拉罕说：我儿，我在这里。以撒说：请看，火与柴都有了，但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？亚伯拉罕说：我儿，神必自己预备作燔祭的羊羔。于是二人同行。他们到了神所指示的地方，亚伯拉罕在那里捉柴，把柴摆好，捆绑他的儿子以撒，放在坛的柴上。亚伯拉罕就伸手拿刀，要杀他的儿子。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呼叫他说：亚伯拉罕，亚伯拉罕。他说：我在这里。天使说：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，一点不可害他。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，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，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及我。亚伯拉罕举目观看，不料有一只公羊，两角扣在稠密的小树中。亚伯拉罕就取了那只公羊来献为燔祭，代替他的儿子。亚伯拉罕给那地方起名叫耶和华以勒，直到今日人还说：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。有人说，神要基督徒过的成圣生活并不容易并轻松，你同意吗？重要的验尸才能够出高徒，要求高的教练往往才是成功的教练，因为好的老师和成功的教练都明白，只有好的成绩才算数的。同样道理，神要操就我们，愿意我们在基督里面不断成长，因此他的教室和训练场地往往不会是安乐窝。以撒面对试验的时候大概有几大年纪呢？圣经没说，我们只是知道他娶利百加的时候是四十岁。经文说神试验亚伯拉罕，第一节，撒旦试探我们是要叫我们跌倒，但神他是利用这些试验来建立我们的信心。神要亚伯拉罕献以撒为祭，第二节，神说：你带着你的儿子，就是你独生的儿子，你所爱的以撒，往摩利亚地去，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，把他献为燔祭。这个命令既奇怪，也都似乎没什么合理的理由。创世纪当中没有记载亚伯拉罕当时的感受和思想，甚至也都没有记载他的妻子撒拉是不是知道这件事。不过如果细读经文，你会看到亚伯拉罕卓绝的信心。我们来看第五节，他对仆人所讲的话：我们去敬拜神，然后便回来。在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十七节到十九节就清楚表明，亚伯拉罕信神会使以撒从死里边复活，而且藉住以撒使他的后代繁衍。请你同时留意亚伯拉罕和儿子之间的对话，他们一同前往献祭的地点。在那个之后，一个更伟大的父亲和一个更伟大的儿子一同走向祝流地。以撒有神预备好的祭物来替代，但是基督却是没有，他自己成了我们和我们的罪的替代品。让我们来读第十七节和第十八节。我必赐大福给你，让你听从了我的话，让我们将他的次序倒转，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，
我必赐大福俾你。呢个原则永远唔改变，信服必然带嚟祝福噶。请你谨记神嘅心意，我哋要经过试验，信心先至能够成长。